佢唱 K 啊？唉，唔去啦，冇水脚啊！太威少啦，威少！你老豆开几间厂噶嘛？你点会冇 money 啊？唉，你唔知啦，我就前排呀去唱 K， 结果惊嬲老豆啊！唉，佢嬲起上嚟山水喉 cut 晒我啲信用卡，搞到我家阵先都唔先下。广府人咧都以水为财，咁而水喉咧又系出水嘅地方，咁我哋咧就会攞咧水喉嚟到比喻钱财，又或者系收入嘅来源，又或者咧就系嗰啲向你提供钱财嘅人啦。嗱，山水喉咧即系停止水喉嘅供水，亦即系停水啦。咁所以山水喉嘅意思咧，即系停止提供金钱，直接啲咁讲，即系唔俾钱你使咯。广府话嘅魅力咧，好大程度啊，体现喺词汇丰富多彩方面。咁所谓多彩咧，有一方面啊，系指词汇表达意思嘅感情色彩丰富；另一方面咧，颜色啊喺广府话入边啊，确实又系占几重嘅地位嘅喎。嗱，好多俗语入边咧，都带有同颜色相关嘅词。啊，比如话人不自量力啦，就系、是、三分颜色嘅上大号。啊，形容程度严重嘅就话七彩，例如咧病到七彩啊，哎嬲到嘅七彩啊咁。啊，仲有咧形容啲庸医嗰个黄绿医生啊等等。就连警告人嘅时候啊，都会用到颜色。比如大人警告啲细路啦，就会话嗱，我俾啲颜色你睇下嗱咁。咁呢句话呢意思就係啊，俾啲厉害你睇下，如果译成普通话呢，大可以讲首先我收拾你下。不过呢今集我哋叫做俾啲颜色你睇下，就绝对冇话警告各位观众嘅意思下，只不过呢真係想介绍一下各种颜色字喺广府话入边嘅讲法嘅啫。表示颜色的字呢有红啊、黄啊、白啊、黑啊等等啦。广府话呢就好兴啊，将佢哋搭配一个独特嘅后缀啊，组成一个重叠词组。我讲过嘅红当当系特别㗎啦。咁黄呢啊就有黄琴琴啊，比如形容一棚胭脂芽呢就可以话佢系黄琴琴。那个琴字呢不是随便这样说的，它本身呢就有浅黄而黑的意思。不信你可以揭开东汉许慎那本说文解字看一下的。另外呢广府人还有个黄黄鱼鱼的说法，是用来形容皮肉变色的。比如说呢，嘿，这个苹果啊都黄黄鱼鱼落好心，你就唔好食啦，咪搞坏咗个盒米贵啊咁。係啦，顺便讲讲米贵系乜啦，米贵咪就个肚囉。咁又黄又黑啊就琴。咁纯黑咁自然系黑掹掹啦，唔黑掹掹呢系形容黑得好紧要。可以是说呢一样东西的颜色很黑，又可以是形容因为没有光线就黑到乜都看不到。如果是后一种情景呢，那你黑掹掹啊又可以讲成黑妈妈的。黑妈妈呢似乎是从这个夜妈妈那里变过来的。因为夜妈妈呢当然就会黑掹掹啦，慢慢呢就变成黑妈妈。黑掹掹形容黑到尽啦，妖卒卒啦，就系黑到反光啊！比如边个有一把好健康嘅头发，咁就有人好羡慕咁讲：哇，你睇佢啊，把头发啊黑卒卒嘅咁。有黑啊，自然有白啦。咁形容好白啊，会用到白雪雪嘅讲法。咁一听到白雪雪啊，就令人諗起啊好似雪咁洁白无瑕啦。之但係啊，如果白得呢唔係咁好睇啦，咁就要变一个讲法㗎喇喎。叫乜嘢？叫白晒晒，或者係白赖晒。哇，比如
嗰间屋布置咧，净系得一种白色，好单调咁，就可以讲，诶，间屋啊白晒晒都唔好睇嘅咁。如果有几种颜色立立乱啊，广府话咧就会形容佢系花斑斑。以上讲嘅咁多关于颜色嘅特别讲法啊，都系好生动嘅。啊，想讲好广州话嘅话咧，就要好好咁学会运用噶啦。你跟我学医都有一段嘅时间，咁我依家咧就要考下你，对病人嘅观颜察色嘅技术啊。哦，老师，嗱，睇你眼色咧唔咁咁噃，肯定夜晚瞓唔好噶啦。又睇你点面色咧白坏晒，营养不良啊。我再睇你啲头发咧花斑斑咁样，肯定就唔会好长命噶啦。咦啊！啲讽刺老师系嘛，似又似你，俾啲颜色睇下先得。再嚟睇下今日我哋越级挑战有啲乜嘢新嘅问题啦。要表达意图靠虚张声势嚟吓退别人，可以用边一个词呢 ？A. 抛生牛 ，B. 抛浪头 ，C. 抛绣球 ，D. 抛怡宝。喺听晚六点前发送838加答案编号到106620，答中嘅朋友咧就有机会获得价值300元嘅丰富奖品啦。通过以下网址或者是短信方式向余老师提出问题，都有机会拿到奖品。播越讲越过瘾，我们下期再见。